岩嘛，攀岩，怎么呢？我进去感受一下攀岩吧，王佳妮。怎么了、啊？还有那个室内高尔夫。行，这不是网红打卡吗，宝贝儿啊，咱必须得打上卡哈。哎呦！我妈那腰没事吧？啊。我妈那腰没事吗？没事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们已到长白山脚下啊！我们老衲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？这个，咱们住的这个城市。二道白河。看了一段，你记住了哈。不是，那咱出来玩，咱上哪玩？我看一道了，所以我知道这个地方。我们提前看了一下攻略，这个、二道白河呢，离着这个长白山的北入口、北坡入口比较近，就是北坡入口这个城市啊，这个小镇啊。对。然后北坡入口去长白山呢，就是风景好一些，所以说我们就在这儿住了，在这儿入住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来玩的朋友们，你一定要提前约票呢。我们。到了之后就买不到第二天的票，第三天的票就后天的票，你看能买到，对，就感觉是你能买到，但是下只能你点击，一点击上午的票没上买上午的票没有了，只能买下午的票，但你下午上去你看不到天池啊，对，下午天气不行，对呀，啊，为什么下午看不到天池？因为他那边下午，他那边是这样似的，来老王跟你讲，天池是2700多米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地方，海拔特别的高，温差特别大。咱们下面，咱们现在这上穿短袖，上去就得穿厚的衣服，差10多度。这个差羽绒服了。而且呢，现在你看外面是晴天，但上山顶上有可能是阴天，可能全是雾。全是雾，有雾的话就看不到天池了。希望咱们明天能看到天池啊！然后，那咱们今天也没啥事儿，咱们去这个二白道河那个。二道白河，那不对对吧？二道白。不是，咱们去本地溜达溜达，看看本地咱有什么好玩的、特色的，吃点好吃的，玩点好玩的。都换衣服出去溜达溜达。走了，出发了啊！咋的了？让你们爷爷讲讲长白山，你爷爷来好几回了。爷爷来了，这第4趟了。第四趟了，跟我也讲讲吧，爸，我也没来，我来过一回。来回没看着吧？没看着。这不就是玻璃栈道吗？咋的了？冲高了？哎呀，行了，走，跟着走。你奶奶肯定是捋着这个地方，对，捋着这儿。那你赶紧把你的奶奶走啊！从那个筋上走，不是，先咱妈在这儿走，不怕呀？到脖子为什么怕呀？正点地儿，我这高度还可以。哎，他别叫我上去了，你在这儿走就行了啊。哎，再往下一看是挺吓人的哈。嗯。脖子有点脏了。哎，这块能看见山吗？长白山、你来过4次，你给我们讲讲那个这边能看见山吗？讲不出来啥。能什么？没看到高山，没看到，挺远的，还有好几十公里。攀岩吗？攀岩，怎么呢？我进去感受一下攀岩吧，王佳妮。懂了、还有那个室内高尔夫。行，这不是网红打卡吗，宝贝儿啊，咱必须得打上卡哈。去爬一下。不用门票。在这儿吗？攀岩啊。是啊。感受一下吧。咱俩一起找米拉，那你去。咱俩一起爬吧。一个。你先来，看行不行？你妈再上，你妈岁数大了，提点不到我使。有点儿，我喜欢从腰从脚上。哎呦！哈哈哈哈哈！
挺厉害。啊？比你高了吧？还能上吗？慢点，慢点啊！你妈挺猛。你说俄罗斯人体质就是不一样啊！把那鸡拍一下。慢点，慢点啊！我想去打高尔夫。啊，不是小孩玩一会儿，石头回答十分钟，便宜点呗。一会儿我要刘教练给你打个折。行。闪开呀！哎，小心，你妈虎吧唧的。提臀，把屁股提起来。你只能跟着我了，你自己你也不敢，是不是？不行，我就跟着你。跟着我吧。勉为其难跟着你。哎呀！我。来，上面。妈妈睡不睡？咱们现在还有那首歌吗？来，我。我有点这个开空屋里差不多点了，我都有点
不是，我姑娘说我后面全是汗，我说不管是后面屁股抽出汗了。你看这边全是汗呢。嗯。啊，小米，小米，你的屁屁出没出汗呢？玩怎么样，小米啊？咱们那个攀岩也玩了，然后是那高尔夫也玩了。你玩一试试。啊、呀。然后越野车也玩了，越野车也玩了 啊！还想玩啥？我要回酒店泡温泉。哎呦，那咱就回酒店泡温泉去、啊。行，明天上山啊！明天上山，咱明天咱得起早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泡完了直接回去睡觉。嗯嗯，哎，那叔叔阿姨们拜拜吧！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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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明天我们泡温泉去了啊！我们去泡温泉了。明天见，明天爬山。行啊，好了，拜拜。拜拜。